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许。我们现在是在楼万象，还在办证。12点了，走，跟阿里去吃饭。跟阿里跟我嫂子去吃饭。把这个带上。大舅嫂的女儿超喜欢吃这种东西，昨天买了一盒，这是。大家知道这种三五烟在这边多少钱吗？17000，17000是多少钱？17000，13000，5块钱，跟国内的三五抽的一个味儿。走，带他们去吃饭。我去，这个台阶吓我一跳。嫂子呢？给妹妹吃，给妹妹吃。他这个床好一点，比着我那个床要好很多。走走走，去吃饭。你摇什么头啊？你不吃饭了？都立冬了，你还是还热啊？热。热。热。房间比我那个房间看着要干净。热也要吃饭呢，走去吃饭走。我不去，我在手机买。你在手机能买啊？老魏可以点外卖吗？我看你怎么买。哎呀，姑娘，我老婆，让嫂子看一下，她想吃什么，给她点什么。有外卖，给妹妹吃。妹妹，给孩子拿过来的，你吃。要跟娘。哦，你一个来。这是什么？盖一个。鸡。鸡。嗯。鸡肉饭。嗯。卤蛋来跟。卤蛋。卤蛋。这可以点外卖啊。不，我看。43000。嗯。交给娘。你吃什么？嗯？这什么饭？我看。有鸡没有？没得盖的，没得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中国的老挝的。高丽。泰国的，不是，不是，韩国的，要一个这个，怎么了？不好吃啊？那你自己点吧。叫饭好吃。你想吃什么？你就自己点。面包。要一个让孩子吃，让两个孩子吃。我知道。嗯，知道。他们这图片印的都挺好，咱们看一下。等一下，阿里点的外卖，实际的是什么样子的？你不要喝的呀？想吃这个？这是什么？想吃这个？要这个？奥麦奥麦。不。你们在国内估计都已经穿羽绒服了，我这还穿着大裤衩呢。这边天热，尤其是万象，太热都不想出去。你喜欢？我等下吃泡面。泡面。嗯。
你吃吧，你点吧，点了我看一下。哦，你想要什么就点什么。那就我就吃泡面。我还不知道他这里也可以点外卖。老挝也手机上也可以点外卖，这。这是什么？大麻红啊。多长时间能送啊？能送过来啊？啊？需要多长时间送过来？要多长时间？坑什么？三十五分钟，还是半个小时啊？走，佳佳。哎呀，老实一点。你跟妈妈吃外卖吧，爸爸去吃泡面。中国的泡面，来个老鸭汤，两桶泡面，拜拜。不喜欢。两桶泡面，一个这玩意儿20多块钱，这泡面在这边贼贵了，25000一桶，28116，不是，236。7.5块这一桶，我这是两桶一起泡，困难时期，将就着活吧。以前在工地上面上夜班的时候，我们只要上夜班就发泡面，虽然是泡面吃的不想吃了，我是好长时间不吃了，再加上今天天热不想跑，我吃老挝菜又吃不习惯。尝一下，还是不是原来的味道？嗯，还是那个味儿，还是一股子泡面味儿。我这泡面都吃完了，他们这外卖还没到，属实有点太慢。简简单单又是一天，送来了。你实呢？你这小时候你也不是个。老实的孩子，你这还从这里跳下去？让他送进来就行了吗？在哪里啊？两不迷惑，还没有来，啊？不跟中国的送外卖的一样的吗？它跟图片上的食物是不是一样的？多少钱啊？在这里都能闻到那臭鱼酱的味道。多少钱？送过来之后再给钱，这是你自己的呀？啊？你自己的呀？嫂子她送来了没有？嗯。他这也不要什么五星好评，天天喜欢吃大麻糊，是那我，又是大麻糊。跟妹妹玩，这不就是炒饭吗？
蛋炒饭，跟妹妹一起吃。跟妹妹一起吃吧。一起吃，不够吃了再买，吃吧，吃完再买。掉了，掉了，不要了。你天天跟他喝酸奶，他肯定不吃饭。吃吧，慢慢的。熟了没有？熟了。上次许家乐吃虾子不熟，然后就是导致的食物中毒发高烧，吓死个人那种，住院住了一个多礼拜。喜欢吃虾，改天买。你倒不傻，给妹妹一个，给妹妹吃。No。哦。给妹妹。朋友们感觉他们这个外卖的食物图片上的跟食物也差不多，你就吃那个，就吃那个大麻红啊。行，嫂子要的是一份鸡肉米饭，你快送过来了，估计。婆婆。我婆婆是一。我了。鸡肉米饭。现在，再加点吧。他们这外卖送的挺快的，叫不叫广告？给你表姐打电话，爸不接电话，就给你表姐打电话。吃吧吃吧，赶紧吃吧。行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先给大家更新到这里，明天再给大家更新到遇到日常生活。简简单单又是一天，这是什么？辣椒酱啊。辣椒，你看你那个脸都是痘痘，还吃辣椒呢，好吃。少吃辣椒，越吃辣椒越长痘痘。哎呀，你吃吧，等你吃完我再进来。闻到那个臭鱼酱的味道，我受不了。